直接吐露出来。福尔摩斯说着，阿头流下了冷汗，和伸抢过望远镜一看，果然站在船头旁边的小道上，笨重的并不是什么旗帜，而是一条绑在竹子上的白色哈哈烟囱来乎。およそ700メートル、右方向へ右折レーンがあります。就用自己的孖煙囱來代替了。小兔子這家伙真是真有些小聰明呢。伊根卡鬧著玩了，小心監視海面，看來阿魯拉號已駛離了船屋，隨時就會出現呢。福爾摩斯沒好氣地說。好，到你講下。三個字啫喎。我看到了。站在探照燈旁的大李大聲大叫。李大聲探照快叫船長全速開動汽艇。全速人心很脫。福爾摩斯人說道。全速前進。未等大聲李大聲開口，站在他旁邊。およそ300メートル先、右方向です。その先、300メートルで、左方向です。直往阿魯拉號進吹去。李大聲也不理胡格森搶著下令了。他把探照燈對準對前方，然後一聲亮了燈，一道白色的強光從探照燈中射出，有如一把利刀利刃，嗰啲即都係把刀啦，呢個係手印，我唔知佢點解。而利刃劃破黑夜，直插向前方，即係好似咧把刀咁樣，因為眼燈好光嘛，但係黑掹掹嘛，佢一照咧好似咧把刀，好似把刀咁，咁樣已經影射住咗嗰隻船啦。你唔講咩？可能好黑噶嘛，突然間開燈喎，咁個燈咪好似，好似把刀咁樣，咁樣就射照到嗰隻船，其實係咁樣影，影到好靚。阿魯拉號上的人可能已察覺被前方追蹤，間もなく右方向です。その先300メートルで左方向へ。左穿右插，穿到往來的船隻，直往下游飛馳而去，迅速把距離拉遠了。李大聲眼見この信号を右で中的欲快調身，呢個客機繼續去快速落嚟。不是啊，我不想走那边，我想看看是不是条地图是这样的。今天不用怕喔，这里我不是怕，我觉得这里很难忘。对啊，所以我就想说我想看看你可以在哪边，我记得是那个位置的。那去那个位置咯，继续问啦。即叫做口中的肥肉快掉身，因为其实他已经见到那只，他就要捉那只艇，他已经在那里了，死在车上了。咁點知佢諗住一定已經捉到嗰個人㗎啦，點知咧佢即刻行得好快喎，咁佢就話咧，所以咧佢咧就話咧見到咧就好嬲啦，因為哇走喎、啊，捉唔到佢爭啲，本來我已經捉硬佢啦，一定捉到佢，而家佢走喎、啊，咁佢就話咩？喺度，見到吃到口中已經刮到佢死嘅啦，啲嚿肉我已經喺口度㗎啦，如果眼中爭啲就要冇得食啦，你明講咩？起得暴氣如雷。他如喊破喉、喊破嗓子的馬聲叫道，個嗌好大聲，嗌到咧把聲都冇埋咁滯啦！快往火爐加煤啊！就算燒掉這艘汽艇，都追到犯人啦！呢啲記唔記得我哋嗰時去嗰個地方咧，係有啲洋樓枝咁樣咧，好靚㗎！呢度附近咯，係咯，呢度好似有啲位喎。講啦，但係我望下周圍得唔得啊？好靚啊！呢度欣賞風景得唔得啊？得得得，快啲！走嘅時候咪有燈燈咯，走嘅時候咪唔係俾行呢條路啦，但欣賞下先啦。而家靚喺度，我揞住個面嘅。你望下咯，好靚喎啲。我睇到啊，真係好幾個。我好中意呢啲地方。続いて右。